在下午2点，终于起床啦。刚好这次生日就可以完成我耍废的愿望，太久没有耍废，所以 刚点了 Uber Eats， 所以就不用出门吃了，赞。很臭，但是已经7点了，什么时候没臭？很爽，在耍废了一整天之后呢，现在时间晚上7点半，决定来做生日大餐，生日大餐，餐餐餐，我们买了，就是之前就有的 dry aged 牛排，然后再来煎牛排。然后我们就点 Uber Eats， 点了青菜，因为我们家里没有青菜，也没有去买，所以今天就是单拿了一些，所以然后还有生日蛋糕，我突然想到 Lucky， 可以 ，Yeah， get it。生日餐自己做，哎，找我好不好？可以怎么形容这个肉有多香？就是你通常你咬的东西，你咬那种5口，它就没味道了。这个肉你咬那种15、20下还很香，越咬越香。嗯。